终于站上大联盟的投手球了。为了这一刻，千贺晃大可是等待了好久啊！一上来先跟他打招呼的是去年的打击王 Luis Arraez， 第一颗直插球居然硬生被碰成一只穿越的安打。大家都说千贺的直插球像鬼一样会突然消失不见，因此他也特别定做一个手套，上面绣着可爱的小鬼，告诉大家他的招牌武器叫做啥。只不过第一局投球似乎并不太顺利，安打然后是爆头将 Arraez 送上二垒，紧接着又被 Jorge Soler 打出一支反方向的二垒安打，失掉第一分。幸好这时候千贺开始冷静了下来，鬼之直插球接连发威，将 Yuli Gurriel 和 Jesus Sanchez 接连给三振出局，这局最后仅仅失掉一分，将伤害降到了最低。这场比赛还没上场之前，队友已经给他两分当做支援。五局上半 ，Tommy Pham 更是锦上添花，再送出一支两分全垒打作为新队友的欢迎大礼。大都会前五局打完，已经取得了4-1的领先。而千贺也非常珍惜队友初次见面送给他的这份大礼，度过第一局的失分危机之后，沿路是畅行无阻，主投 5.1 局送出8-4三振，超犀利的直插球将马林鱼拿着 K 的满头包，完成大联盟的处女秀。退场时连客场的球迷都给他热烈的欢呼声。中场大都会5-1赢得比赛，千贺也顺利拿下在美国的第一场胜投。